武刀啊，这下手是真够狠的呀！哎呦，哎呀！你怎么神出鬼没呀？吓死了！林队不是说要找我师傅吗？我就把我师傅带来了，半天没见他，所以只能在这守株待兔了。在看什么呢？看那么起劲。这不分析案情的吗？年轻妻子被发现在家中死亡，手臂和脖子上各五刀。 这有什么疑点吗？公安啊，判定是自杀，不予立案。这网上讨论的特别火。从法医学上看，一个人能给自己这么多刀，判成自杀，的确有点奇怪。这个既然能判成自杀，那肯定就是有理由。而且像这种容易引起争执的案件，他给出的原因肯定相当的充分。既然不方便对公众去公布，那至少也给家属解释明白了，对吧，秦科？ 我也听说过这个案子。其实话说回来，这死亡方式是最容易引起家人质疑的。一般人都会跟小羽毛一样想当然，但其实人体啊，它只有向颈部两侧颈动脉这样的大血管破裂之后，才会让人致命，还会有一个血液喷溅的过程。从下刀一直到失去反应能力，将近30秒左右吧。一个抱着必死决心的人，在这段时间里面，够砍自己几刀的。 给自己那么多刀，得对自己有多狠呢？你知不知道一个人在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，他的肾上腺素会过度的分泌，这个人连疼痛都感觉不到。这点蒋勇说的没错，其实人的心理啊是最难揣摩的。从理论上来说，这么残忍的手段进行自刎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死亡方式有很多种，越是复杂，越说明他有可能是自杀。从法医学的实践角度上来说。 自刎是很常见的，一般会伴有大量出血，伤口会比较残忍，也比较血腥，所以会有很多争议，引起质疑。但其实每一种死亡，它都是残忍的。哇，师傅太厉害了！这个案件很多具体情况我们也不了解，所以也没法做具体分析。但是当地的公安机关能够这么斩钉截铁地给结论，说明他们一定掌握了大量事实证据。方圆，林涛让你准备一下。 准备审讯王林丽啊！说什么？昨天，我朋友给我打电话，说晚上有个小型的媒体人聚会。 主办人就是那个陈家的二公子，叫陈刚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后来好像喝多了，其他的事情就什么都不记得。你们认识吧？知道，但不认识。那天晚上第一次见面。我记得那天现场你也在。你们是怎么到那个小巷子的？ 我似乎上了他的车，车开到一半，他开始对我动手动脚。我当时很晕，下车跑了出去。他一直追着我，好像对我说了点什么。林娜，等等，你听我解释。哎，林娜，你听我解释。 你听我解释，你就不能给我一分钟时间解释吗？林娜，开！为什么呀？林娜，你听我解释。林娜，你听我说，我觉得你现在需要我。开！林娜，真的。接着就压在我身上。我真的觉得你现在需要我。你干什么？我拼命挣扎。你记得吗？我之前跟你说过，你特别像我之前的一个朋友。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就是我第一个女朋友。 所以今天无论如何，你都是我的。哎，小凡，救命啊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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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林达，别喊！小凡，你越喊越兴奋。救命！别喊！救命！
知道我拿着什么东西。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要走了，发现他已经躺在地上。所以你也不确定，你到底杀没杀人？我现在问你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你确定你动手打了他？不知道。好，那第二个问题，你离开现场的时候，他死了吗？一开始我知道死者是他的时候，我确定我走的时候他没有死。但我现在越来越不相信我的记忆了。哎，老邢，干嘛去？请客所。请客所？哎，你等会儿，我跟你一去。死者脑后三角形挫裂伤，脑组织枕叶严重挫伤。这块砖有问题。这就是现场找到的那块砖，坐实王玲丽罪证的直接证据。你就算是偏袒的，这事实摆在这儿，你赖也赖不掉啊。什么？验尸报告还在吗？师傅，你忘了签完字你就让我交上去了。我总觉得这个案子咱们遗漏了什么。你没有觉得证据链和嫌疑人都确定太过顺利了吗？师傅，可能这个案子就是这么简单，哪有那么多冤案和高智商的犯罪啊？会不会是铃铛姐就是喝多了，不小心把想要侮辱她的富二代用砖头给拍死了？你对王警官有成见吗？当然没有了，我是根据现有的证据就事论事而已。王丽丽审完了吗？前面你叫我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审完了，现在差不多要被带走了。等一下，老钱，老钱。我非常能理解你现在的想法，我也不希望人王警官就是凶手，可是现在证据摆在这儿了，法不容情。秦科长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如果真的是我做的，我会承担后果。
走吧。好的态度对亮审是有利的，对庭审也会有帮助。你看人王警官都这么说了，你也就别跟着倔了啊！我不完全是为了他，我不愿意抓错任何一个好人，也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坏人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申请了二次尸检，之前的法医验尸报告我拿回来了，没有这份报告，这个案子结不了。我，钱。为了表彰你们的办案进度，这个兰亭集团陈总给你们送锦旗来了。听说杀人犯已经落网了，真是辛苦各位了。在这里，我仅代表我的父母，还有我早逝的胞弟，对各位警官表示感谢。这个案子凶手还没有抓到呢，不是已经落网了吗？到目前为止，他也只是嫌疑人而已。这个，您迫切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，毕竟是手足之情，但也希望你配合我们的工作，这枚锦旗暂时还不能收。哎，哎，不是你这，陈总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年轻人嘛，他王姐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也先走了。啊，真的，陈总，别介意啊，王姐。我也让冯源去命去，把当天晚上所有的监控都查了一遍。这个王玲丽喝的最后一杯酒，可能真的有些问题。我也让他把酒保给叫过来。但就算你能证明他喝的酒有问题，也很难给他定成正当防卫。那定过失杀人呢？够呛。陈家已经请了最好的律师，就要定王玲丽一个故意杀人。太过分了吧！法院是他们家开的呀，那个陈总，弟弟死了看着一点都不伤心。这你就不知道了，他弟弟刚一出事儿，老董事长直接就进了 ICU， 遗嘱都写好了。他们家那么大一企业，早晚不是他的，你说他有什么可伤心？你说这个钱，真的比人命还重要吗？那可是他亲弟弟啊。对于活着的人来说，钱最重要。根据以上这些情况，陈刚死后最大的获益人是陈旭，我倒觉得他的嫌疑比林大姐要大。行了，别猜了，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呢。虽然我也觉得这个陈旭不是什么好鸟。哎，凡儿，那个陈刚的社会关系查完了吗？啊，正在调查中，已经找到了陈刚的助理，我已经约他过来了。哎，老钱，你干嘛去？我找到新的疑点了。老钱，那个砖头上有王丽丽的指纹，上面还有血迹，而且死者最后一个见的就是他，这还有什么疑点？角度。我叫刘雪山。啊，陈刚的助理是不是？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来，跟我来吧。啊，来这边。头儿，头儿，人来了。啊，这位就是陈刚的助理刘小山。这是我们刑警队队长林涛。啊，你好。你好。来，坐这儿吧。坐吧。啊，没事，别紧张。叫你来啊，就是问你几个问题，你如实回答就行。行。嗯，有什么您问就行了。啊，你当陈刚助理多久了？我给小陈总当助理，算下来五六年的时间了。那时间挺久啊，你们俩关系应该不错吧？嗯，我大学毕业过后呢，就跟着小陈总。你别看他年纪小，我觉得他在陈家算是最好的了，一直挺照顾我的。那陈家其他人不好吗？也不是不好，陈董事长比较严厉，所以很少跟我们这种小兵说话。陈太太呢就比较和蔼了，基本上他每天是在家的，或者是去国外旅游。大陈总呢就比较严厉了，可能是因为他对工作要求比较高，
我经常看见他们部门在加班。那这个大陈总跟陈刚的关系怎么样？哎，老秦，按照你的吩咐，我这里头准备好了，你什么时候过来？好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那你先忙吧，这头交给我，我给你测试就完了。我明白，不就是一个测试击打角度的问题吗？行，你放心啊。其实，在陈家待久了的人都知道，大陈总跟小陈总的关系并不太好，特别是在董事长出事过后，他们的关系就更不好了。我是觉得，因为董事长更喜欢小陈总一些，有什么都想着他，所以大陈总才不喜欢他这个弟弟。那他们俩有过矛盾吗？矛盾倒好像没有，他们在董事长面前呢，都还是和和气气的。哦，对了，我记得有一次小陈总喝多了，好像是因为大陈总抢了他一个什么方案，具体的我没有听得太明白，反正小陈总很生气，我就听见小陈总在跟大陈总打电话。陈旭，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告诉你，你干的那些事儿我都一清二楚，证据都在我手里，别把我惹急了，否则我全部给你公布出去。陈刚也没跟你说过具体是什么事儿？具体的我就不知道了。哎，老秦，死者真正的致命伤是后脑部由冲击力造成的楔形伤口，但是现场的砖头呢，则是单独的一个面被血迹浸染，棱角处并没有见明显的损坏痕迹。对，这也是证据链上的疑点。我还得做一下实验，等我做完实验之后出报告给你吧。啊，行。经模拟测试，死者陈刚后脑的楔形致命伤属角形挫裂创，为带有棱角的致伤物造成。现场发现的砖块一面有血迹，八个棱角均无明显血迹的沾染痕迹。对，你再看前头这个，这是现场那块砖头和死者伤口的大概形状比对图。现场那个砖头呢，也就这个，八个棱角都没有损坏，跟死者的伤口也不契合。这就说明王玲丽拿砖头拍陈刚的这一下对陈刚来说并不足以致命。辛苦你了，柯老。我也是就做好分内的事儿，真正发现致命伤角度的还是老秦。哎，对了，那这个王玲丽怎么着啊？我已经跟局里汇报了，过几天就放人。但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到底是谁，咱们必须跟局里和家属一个说法。肯定。冯二，陈刚的秘书还提供了什么线索啊？陈刚和他哥哥陈旭啊，不和已经很久了。只要是在陈家工作的人，基本上都知道这个情况。啊，对了，他还提到啊，陈刚手里可能握有陈旭的什么把柄。我觉得这种家事，兄弟之间争财产闹不和很正常，没什么新鲜的。他说那把柄，也只是兄弟之间互相诋毁形象的事儿吧。陈刚的死，最大的受益者的确是陈旭。陈旭你有查吗？陈旭案发当天呢，在跟客户谈生意，有不在场的证据，而且人证物证都有，那他暂时可以排除嫌疑了。没错，可是如果排除了王玲丽的犯罪可能性，那谁会在大半夜出现在那个地方？谁会出现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凶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。一般谋杀分为两种，第一种是早有预谋好的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情杀或仇杀，只要是蓄意谋杀，那么毫无疑问，嫌疑人一定是在当晚跟踪了死者，然后伺机下手的。可是我们当初在调查王警官的时候，在每一个监控点都追踪过陈刚的车，监控显示并没有任何人跟踪过他们，所以第一种情况可以排除了。
那就是第二种情况，临时起意的谋杀。但基于当晚的环境，在凌晨的巷子口中，最有可能出现谁呢？嗯，对了，根据家属反映，死者平时都会带一个鳄鱼皮的钱包，里头会装一定数额的现金，但是我们在现场和车里都没有发现这个钱包，而且死者的手机也不见了。可是我们对死者的信用卡还有借记卡都进行过调查，没有发现什么财产上的损失。那这么说的话，这嫌疑人只是为了可以变现的财物。嗯，夜深人静出现在凌晨的巷子口，难道是流浪汉或者小偷？哎，对了，我这里还有嫌疑人的一些基本信息。根据击打实验测算出这个嫌疑人应该是个左撇子，根据血溅分析，他的身高应该在1.65米到1.70米之间。从击打的力度上来看，应该是男性。我这儿推测，这个嫌疑人应该是见财起意，路过杀人。哎，现在手机不是有定位系统吗？你俩可以追踪一下，然后再带人去渔民巷子口周围的垃圾桶，看看能不能找到死者的钱包。明白。我们先过去了。哎，喂，师兄。哦，对，在工作呢。没事，没有打扰我。您说什么事儿？什么？您回来了？头，咱们查这手机定位有用吗？现在这帮做贼的，贴上毛就是猴，一个比一个精。谁不知道偷着手机先刷完机再用啊？哎，对，定位到了。我去，这瞬间打脸呀！还真有笨贼啊！师哥。好久没见，师哥。哎呀，你还是那么帅啊！哪有？您怎么戴眼镜了呀？年纪大了，老花了吗？我知道您现在是英国利兹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，戴着眼镜更有教授的感觉嘛，是不是？坐。你应该提前跟我说一声，我好接您去。我知道你工作忙，这不想打扰你工作吗？怎么会打扰呢？我听说你这次回国是被我们刑警队聘为犯罪心理学顾问，这我来接我们刑警队的顾问，这也算工作的一部分嘛，是不是？多年不见，你比以前会说话了。不过我既然答应了王局当这个顾问，需要我做什么肯定义不容辞。工作以前还顺利吧？还行吧。其实您在国外那几年，您发表的每篇文章我都看过了，也都关注的。我觉得看完您的文章之后啊，听完您的阐述，对我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，也有启发。别，你小子把我捧得越高，就像让我摔得越惨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不是恭维，绝对不是恭维啊！哎，我想问你，你这好好的律师不当，怎么去做法医了呢？还是因为那事儿啊？嗯。哎，你前女友的事儿呢，我也是知道的。这事儿对你的打击的确挺大的，可我真是没有想到，它居然会影响你那么久，还甚至改变了你选择的人生道路啊。其实，这中间的道理我都懂，但有些事情嘛，不是我想忘记就能忘记的。我们谁也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实，唯一能做的呢，也就是接受和放下。日子还得过下去，必须要向前看。我想就是小月也不希望你看到你现在这样，
还继续把自己困在这个感情的牢笼里。是啊，我就知道，我的感受你能体会到，也能够理解。我记得，当年你有跟我一样的经历。从心理学角度上来说，这应该叫感情创伤吧。哎呦，对不起啊，师哥，我不是故意提起这个事儿的。我只想知道您当年是怎么走出来的。哎，我们这两件事本来就有本质的差别。小月始终是爱着你的，前妻娟呢是背叛了我，所以小月虽然死了，但她还活在你心里。前妻娟虽然还活着，在我心里早就死了。没错，站长拉我一下，我走了。站长，站长，有几个？这还有人，这还有人，站长，这还有人。啊，进来，进来。干嘛呀？警察叔叔，我18岁了，能上网。手机是你的吧？不是。到底是不是？啊，这手机是我前两天在二手商店买的，我没用两天。二手商店。看看，这手机是不是你卖的？不是，我们是龙帆刑警队的，找你调查一些事情。警官同志，没什么事儿，就问一下，这手机是怎么来的？手机真不是我这卖的，你看我这店就那么大一点儿，每天卖的手机我这都有印象。恐怕经过你手的手机，没有一个是干净的吧？你放心，今天我们来不是来调查销赃的。就是来向您问一下手机的情况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也算是你将功补过的机会。那手机吧，前段时间我从一流浪汉那买的。流浪汉？来，找一下那流浪汉。吃的不错呀，警察。原来是二位警官，两位警官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找你是有点事儿，但是得回去聊聊。不是，我这一捡垃圾的，我能有什么好聊的，是吧？犯没犯事你自己心里清楚，先跟我回去。听说林涛在一个流浪汉那儿搜到一块砖头，就是这个。DNA 提取了吗？提取了。把上次检测报告拿来，进行一下对比。已经对比完了，凶器与致命伤口形状完全吻合 ，DNA 样本确认属于死者。很好。哎，别抻着了，说吧。两位警官，我说你们也真是的。就不能等我把那鸡腿吃完了再抓我吗？上面有你的指纹和死者的 DNA， 砖头处的打击点跟死者头部致命伤的形状完全吻合。这个也是你卖的吧？
是我卖的。当时我在我那个破窝棚里，我都快睡觉了，我突然听到有人拼命的在喊救命。等我过去的时候，就看到一个人躺地上，另一个人踹了他一脚，然后就走了。兄弟醒醒，兄弟，下手挺黑呀、啊！本来我没想打他，这谁叫他拽着我腿不放呢？我跟他躺在那儿，我以为他晕过去了，于是我就想效仿梁山好汉，给他来个劫富济贫。两位警官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就看他穿的人五人六的样子，我以为他很有钱，谁知道他钱包里面就那么十几块钱。你说你还拿了钱包了？嗯，钱包在哪儿？钱包我藏起来了，在我窝棚里面呢。我一看是真皮的，没舍得扔它。什么？没有？你们认真查了吗？查了，头儿。就他那窝棚乱得跟猪窝似的，整个全被掀开了。我怀疑啊，有人在我们之前已经查过一遍了。可谁会去一个流浪汉的窝棚里去查东西？这钱包没了，应该是冲着这钱包去的。可是这钱包主人都没有了，谁没事会想着去找这钱包啊？除非这个钱包对那个人非常重要。应该是这钱包里的东西对这个人很重要。之前那个刘助理不是过来吗？他跟咱说这兄弟俩关系不太好，是吧？是。我猜应该是这个陈刚的哥哥派的人。你是说这钱包里头有证据？哎，头儿，你记着被火烧死那个无名尸吧？你当时让我去查那些制药厂，现在想想，这个蓝鲸集团的账目有点太干净了。哎呀，咱们这一切都只是猜测，根本没证据啊。没事儿，证据咱慢慢找，他狐狸尾巴早晚能露出来。我就不信这么点事儿，还逃得出龙帆市金田一的手里。哎，头儿，你去哪儿啊？哎，师兄，姐，要换鞋吗？啊，不用，不用。白水好吗？可以。我真没想到啊，一个单身汉的家，竟然那么的整洁而干净。那在您的概念当中，单身汉的家就应该是杂乱无章的，是吧？一个人的生活空间呢，也就是他的内心世界。你的家具风格简约，环境呢又一尘不染，这说明了你的内心世界还和大学时代一样简单、直接、单纯，但心灵上有那么一点小小的洁癖。你喜欢黑胶，怀旧啊，对美好的回忆还是那么念念不忘，将自己深深地埋藏在孤独感里。师兄，您的目光还是那么的犀利、敏锐。哎，你怎么用的品牌跟我的是一模一样的？您推荐的，我当然信任了。你就不怕我忽悠你啊？不怕。这款新款的华帝洗碗机很不错的，它可以通过表面的残留物找到深层的细菌，然后把它清除掉。师兄，听您这话的意思，
您是有话想跟我说。表面的现象呢，都是有欺骗性的。你是法医，你的作用就是要找到那些肉眼看不见的线索，对不对？作为法医，我的工作就是在尸体上，从肉眼能看见的线索当中，准确推断出死者的死亡原因，还有凶手的作案方法。至于那些您说的看不见的线索，很难成为我的工作重点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在车上一直都在跟我聊那具焦尸，但你自己一直困惑不已的原因。师兄，您说的那看不见的线索到底是什么？您直说好吗？犯罪心理。就像你看到我发表中的文章中所说到的那样，法医能够从尸表痕迹中判断死亡原因和时间，但他无法揣摩罪犯的犯罪心理。这就是我说的你肉眼看不到的线索。尸体烧焦，凶手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掩盖死者真实身份。面目全非，那也就意味着无法辨认死者的身份，所以只能通过 DNA。 但目前的 DNA 技术啊，必须要有可比对的 DNA。 这具尸体没有人来认尸，同时在人口失踪方面也没有任何的线索。这才是凶手的作案心理，他完全有把握在那具没有容貌的尸体下，没有人可以认领，没有人可以报案，甚至没有可以比对的 DNA。 你换个角度想，那也就意味着这个死者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甚至在这个城市里都没有认识他的人。我好像明白了些什么。其实那些肉眼看不见的线索才是最关键的线索。可惜了这么无敌枪警啊。之前无名氏的案子，老秦给我提了一点想法。杀死陈刚的凶手张某是一个流浪汉。流浪汉这类群体最大的特点就是居无定所，四处飘荡，基本都是无家无业的。也就是说，即使他死了，也没有人能够证明他们的身份。那你的意思是，那具无名尸是某个流浪汉？对，我们查了一下本市派出所近一个月所有失踪人口，均没有和此人相访的，而且也没有前来家属报案的，所以也就只有这一种解释了。用流浪汉进行试药实验，的确是一种掩人耳目的方法，就算是出了什么事儿，也不会有人怀疑。之前方圆跟大友去药品公司检查药物成分的时候，就发现了蓝鲸集团旗下的药品公司账目明显被人做了手脚，所以结合我们已知的线索，这个蓝鲸集团跟最近发生的两起案件或多或少都会有点关系。而且陈刚的助手小刘也跟我们透露，陈刚手里有某些陈旭的把柄。方燕，拿走钱包的人找到了？还没有啊，只是通过监控确定了有一群人进到流浪汉的家里翻找的，只是他们伪装得太好，不能确定是谁。我觉得肯定是陈旭派人下的手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陈旭跟人体试药有直接关系。那个，其实我有一个办法。去去去，老子先来了，你到别的地方捡去。滚！不是大哥，我这县里来的，这儿也不太熟。你滚开，到别的地方捡去。走不走，能不能听人话？滚不滚？哎，走，滚不滚？滚！哎，干嘛呢？还不滚？哎，大哥，大哥你吃，懂事啊。
同志，你新来的吧？啊，对呀，我这听说啊，咱这一块儿专门找咱这样的，不是老挣钱了，是不是？你想挣那些呀？那当然想呢，有钱了，这不想吃啥吃啥呀？同志，我看在你做制服的份上，送你一句，这钱啊，不能挣。这为啥不能挣啊？我有个哥们儿，也是这附近的，上一次他们来找我们，把他带走了，我就再也没见他回来过。嗨，那说不定人挣大钱了不回来了呢。那不会，我和他是铁哥们，上次我们一起和别人干架，还是我挡了一下，让一根脚趾头。他要是挣钱了，不可能不回来找我。哎呀，那你说他能跟谁走呢？大勇哥，来来来，就是他。桃儿，方式信号很稳定，盯着他位置。花儿，注意安全啊。信号消失了，什么情况？就是左，快点！来，兄弟，跑下。他们下快点啊！来，跑跑。哎，不不，大哥，咱这是干嘛呀？兄弟，给你打个疫苗，然后呢，打完疫苗回去买个好吃的，好吧？来来，快！桃儿，再不行动，我担心放人出事儿。行动。上个厕所，好，打个疫苗，一分钟的事儿啊，打完了再上厕所。好了没有？啊，马上。大哥，我肚子不太舒服，我先上个厕所。快！好啊。这次被咱抓了这招，没想到他是自己进行试药的。等我回去跟老秦说一声啊。你确定你没事？家伙下手太狠，说电就电，有点忙。这次必须给你记个大功啊！就记个大功啊？那怎么着？我这位置给你。行啊，头儿。哎，你到底是有事没事啊？这头儿，我开玩笑，只要能跟着你干，我什么都不要。行，好小子。哎，医药费能报吗？队里报不了，我给你报，行吗？哎呦，
白嫂，下回有这立功的机会，你能不能让我也上一次？别拼了，赶紧。副总，来。来，走路行吗？行，您慢点。哎呀。师傅，铃铛姐出来了。谢谢你，秦明。哦，应该我们谢谢你才对。如果没有你的话，可能我们还破不了无名男尸那个案子呢。没错，还得谢谢你。对了，那个叫张成的流浪汉是怎么死的？准确的来说，应该是被吓死的。吓死的？他之前替别人试药。因为药量不大，所以最多副作用就是嗜睡或者是晕眩。但这次蓝鲸集团的药量可能偏大了，让他产生了幻觉，再加上他本来就有心脏病，这么一下就给自己给吓死了。这个陈旭也太黑心了吧，明令禁止的药还在卖。他有大半辈子的时间在监狱里面好好反省自己犯下的错误。对了，上次是我话说重了，抱歉。秦科长，这次确实是我没有遵守你的规矩，下次会注意的。师傅，这是报告。师傅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说。如果我是说，如果啊，有一天呢，我跟铃铛姐一样杀死了个人，你会为了我做二次尸检吗？你应该不会。啊？为什么？你都说你杀人了，那属于犯罪啊。那如果人不是我杀的呢？那就更不会了。为什么？不是你杀的，为什么要做二次尸检？师傅，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？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如果说你被怀疑的话，我一样会尽力去查，直到真相水落石出。真的？真的。好，那我先去换衣服，然后去送报告了。嗯，师傅再见。多好的姑娘啊！我发现女孩子都挺喜欢你的，你知道吗？那天晚上我和铃铛喝了很多酒，但她有一半时间说的都是你。那你就更不应该陪她喝这么多酒了。其实我不爱喝酒，反而更爱喝茶。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，在国外没有好茶喝。有一次我哥来看我，他给我带了家乡的绿茶，那是我喝过这辈子最棒的。是因为家乡的味道吗？不，亲人的味道。那后来你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也许是我们想要的太多，又或许是我们习惯了喝酒，已经忘却了喝茶的味道。其实酒也好，茶也罢，里面最多的还是水。人就是这样，往往会忽略其中最真和最纯净的本质。那追求一时的刺激，其实对与错就在这一念之间。无论是酒还是茶，我都已经没有机会品鉴了，但是谢谢你，秦法医，你让我明白很多道理。希望来生再有机会，好好请你喝一壶茶。
实人体啊，只有颈部两侧颈动脉这样的大血管破裂之后，才会导致生命。大哥，你在干什么？大哥，你在干什么？请问你是？啊，我叫刘小山。啊，林子。啊，陈刚的助理，是不是？好的，主任。正的致命伤是后脑部由冲击机。哎，再来一下。再来一下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灰色世界真实的背影，我就不信这么点事儿还逃不出我龙帆市金田一的手里，真讨厌，我真的，我就不信这么点事儿还逃得出我龙帆市金田，我就不信这么点事儿还倒的，对不起，其实就是通过表面的残留物找到深层的讯息。信息。你是要有话跟我说。我是个法医。那个，其实我有一个爸爸。阳光照不进去的心，所有谎言，所有过去，所有噩梦都随你远离。说呀，看看看看，说。我不会骂我爷爷。不会被梦丢失。你去送报告啦。关灯。应该是被吓死了。吓死了？你看，你就啊。那怎么着？我这一辈子。人往往就是这样，就会忘却。往往就会往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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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